教你折一款超帅的剪纸仿真战斗机，名为飓风。折法简单，飞得很远，随便一扔就能飞十几米，高空滑翔也很厉害。你看遭遇横风也能自行恢复，就问你厉不厉害。赶快折一只艾特你的小伙伴，看看谁飞得更远吧。 A4 纸横折，顶边下折1至2厘米配重，横向对折后打开，将两角折向中线，中间留一些缝隙，然后打开，将两翼卷折强化。机头至机腹中点折出标记，再次将两翼折向中线，从标记点到右下角连线向外翻折机翼，左侧对称折叠。沿一根预折机身折痕，翻面翻折机身中线后半段折痕，内翻折机身。沿这条边缘向上翻折机翼，机柄尾部向上翻折，并塞入缝隙锁住机身，机翼末尾画出两个尖角剪掉。折出垂直尾翼，打开机身，主翼翼稍微微上翘可增强稳定性。垂直尾翼垂直于翼面或外倾，但务必对称，尾翼水平安定面起升降舵。完成。这么炫酷的战斗机，谁家宝贝不喜欢呢？